泪滴里面，说出的话不像从前。你问我最近过得好不好，医生却不在我这边。当我见到你一瞬间，还在眷恋对你的思念，想要亲吻你的嘴唇，你却只是推开我的脸。或许已经不习惯了吧，或许真的淡了，或许我们已经不适合了，还是你心中有人在牵挂。沉默哭泣吧，其实哭